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要来玩一款专门聊天的游戏哦。这款游戏叫做聊天模拟神器。我蛮好奇这游戏在玩些什么，我们就来玩玩看吧。像我这种聊天高手，肯定是难不倒我的吧。来，这画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女神在线上，我们要先表白，对吧？我喜欢你，我们谈恋爱吧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，藏在心里很久了，但是先这样子啊。我有件事情藏在心里面了很久了。我在听你说，我喜欢你好久了，我们谈恋爱吧。我就要吊他胃口，好不好？哎，算了，还是不讲好了。怕什么啊？你不说我睡觉了。算了，我们下次再说。会不会就真的就不在了？我喜欢你，很想在一起。我们算了，还是下次再说好了。哼，胆小鬼，哈，哭哦，再试一遍，我输了，怎么可能？好嘛，我喜欢你，跟我谈恋爱吧。怎么这么突然？今天有个女生跟我表白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同意了就拒绝她，她跟我表白的一刻，我满脑子都想的都是你。真的吗？我好感动。当然，我立马飞奔到你家楼下。你在我家楼下？是啊，我等着你答案呢。屁啦！我怎跟你们说？不可能啦！如果你今天长得超级乳蛇的话，这个女神才不可能这样子就跟你在一起了。这也想太简单了吧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大家都有女朋友啦。好好好，算了，我算通过了吧。第二关，这什么东西？把这个手机擦干净。嗨，擦干净了，我赢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骗子，你女朋友被车撞了，先汇个9000过来。急，玩弄骗子？不是吧？她才刚下楼梯，她现在状况怎么样了？昏迷，受伤的很严重。那9000够用吗？那你想给多少？也许90000吧。太好了，你女朋友会好的。可惜我没有女朋友。兄弟，你太可怜了，给你100块，吃点好的。这或许应该会直接被骂吧。现在的那个诈骗集团是很凶的，知道你在整他们，他们会很不爽。好，第四关，猜这个 app 的名字。Uber Eats 啊，怎么可能会是抖音呢？ Netflix 嘛，简单。Foodpanda， 我赢了，太简单了吧，耍我啊！妈妈说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还没回家吗？”生气，安抚妈妈。其实我跟朋友在外面。你到底跟谁在一起？韩美美。韩美美听起来怪怪的。准备什么时候回来？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好的，小宝等你。嗯，呵呵，拜托，我超会安抚妈妈的啦。好，女朋友，亲爱的，假期我们要去哪里？规划旅游，好累哦，哪来旅游这么多人，在家里吧。我是很想这样选啊，不过这款游戏一定是不能这样做的。可身为像我这种宅男，如果选什么泰国怎么样，感觉好不贴切哦。我们就选这个好累啊，哪里那么多人。在家里好了，我再给你选择一次的机会。开玩笑，泰国怎么样？不错选择，可是假期这个疫情呢，有可能还没办法过去呢。那我觉得那只能在国内选地方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在家里吧。算了，我们就选国内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吧。想去海边呢，肯定好了，找个5星级饭店，依然怎么样？吃个烤鸭。我说真的，不是很想去垦丁耶，因为垦丁很贵。宜兰吃烤鸭又好像有点太远，好吧？如果是我会选宜兰，因为我很少去过宜兰。宜兰吃个烤鸭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去海边啦 ？OK， 我们重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之前一开始就说泰国怎么样，然后他就一定会说疫情没办法，那只能选国内的地方了。那我们去垦丁好了。你付钱哦，哎呦，哪能这样子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约会神器有些多半都是啊理想化，太理想化。哎呦，切手机哦，这好舒服哦，这切手机，原来这也是苏鸭手游系列啊！切，哎，好爽哦，赢了！爷爷有件事情想跟你说，拆穿爷爷说的大话，什么事情这么慎重？哦，你的太爷爷是一个大地主，
我的富二代身份终于不用隐藏了，爷爷，这是你第413次提起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先不拆穿他啊。他藏了一堆金元宝给我，哦，足金的吗？有多少？藏在哪里？家里的后院，爷爷家老家早就拆迁了，现在住在楼房里面了。哎呀，被你拆穿了，简简单单。来，继续取笑健忘的老婆，取笑毛毛，在吗？嘿嘿，我在啊，老公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？衣服、钱包、手机没忘啊？真的没忘吗？再仔细想想哦。想起来了，百货公司的优惠券忘记用了。还有我，你把我丢在百货公司了。对不起，老公。好啊。如果毛毛把我丢在百货公司，我就在百货公司打麦麦。好，刮胡子，哇，这游戏其实还是会做蛮多很让你舒服的事情。2+1=5吧，等于12吧？不是哎、欸，大哥，这太简单哎、欸。什么叫朋友开团？兄弟，开团吗？四缺一，速来！不来还在工作写周报，来嘛！大神带线，在线带躺哦，这是什么？顶烈要带躺是不是？我一个人带三个妹子带不动啊！哼，休想拿妹子来跟我胡乱。小芳也在哦，哼，怎么他也开始玩了吗？我说开妹带团。你他室友就把他给喊来了，不是吧？我平常约他出来玩都约不到，你等着我来了。天哪，好可怜哦！见色忘友，竟然为了这个妹子，竟然忘记工作，真是太可耻了。哎呦，收集彩球，哦，还蛮疗愈的。啾，简单啦。该来健身了，我两个礼拜都没来了。哦，天啊，健身教练，哦不，这太贴切了。现在健身教练一定也还在等我，我要应付我的健身教练。您的信息已经送达，请等待自动回复。这能骗得了我？自动回复，这样有意思吗？你不来就算。好啦，教练，我下次去嘛。哎呦，有关联的连起来。这是小朋友游戏耶，大哥，披着羊皮的狼，这个，哎，我也真聪明。中华电信，你好，请问是尾号叉叉叉的，这是念仇吗？先生，这里是中华电信，拒绝更改套餐。不是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先生，直接说不是就好了，你看真方便啊。哎呦。收集彩色的球，那，哦，原来是这样收集啊！哎呦，差一点就按到下面的了。插 iPad 哦，这游戏真的是舒压手游系列，还以为只是这个聊天神器，原来也是舒压手游啊！表哥，我学测考完了，有什么专业推荐吗？帮表妹推荐适合的专业。你有心仪的事业吗？音乐或教师，我更推荐你学教师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师是事业编制，工作更稳定，而且还可以教书育人。有道理，我也很喜欢小孩，那就做老师，培养国家未来的花朵。那就选教师啊，这样就过了。啊，如果我选别的呢？好，我们继续看看。给手机充电，不行啊，这太简单了啦！猜这个，应该，这个亚马逊吧？这个是这个吧？Facebook 这个老人都知道的东西，反抗校园霸凌。Oh my god， 哥，明天能不能把我的 MP3 还给我？可以，明天带100块给我，不要去告状，不然你就完了。不，我会向老师告状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。不，我要跟老师告状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
你把东西还过来，我就不会告状。我只想要回我本来属于的我的东西。啊，你现在在跟我讨价还价吗？你到底是还还是不还？你要是……我跟你讲，这个讲法一定很容易出事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反抗校园霸凌，你这样子越是这样反抗，人家就越爱欺负你。这个游戏实在是想得太天真了，孩子，这个游戏作者，游戏真的是想得太天真了。哦，规划两个球相遇，啊，就这样。九，八，六，过了，不行啊，这是在教小朋友的游戏吧？小王啊，下个月要交房租哦，房租涨900，拒绝房东涨房租，怎么又涨价？真的很北兰，这样好像会被那个吧？问号问号。理解，现在周边的房子都涨价了，骗笑哎，最近房租根本没涨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签的合约还没到期呢，那就等期到了再涨，哇，等期到了赶快搬走啊，还涨嘞。哎呦，删除绿色的短信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删错了。哎，中华电信。哎呦，一二三，四，哎，过了。啊，噗，啊，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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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，啊，这不是刚刚的，和妈妈和好，妈，吃晚餐了吗？没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说这么重的话。有些话说出口是很伤人的，我说的话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这也太凶狠了吧！你也知道我个性比较直接嘛，你呀、啊，这个性要改一改。好的，我会改的，这才是我的乖宝贝啊！神灯召唤精灵，哎呦，神灯召唤了，这样就过了。拉，不行，我总觉得这游戏好像把我大白痴啊。这些好像有点太简单了。和妈妈闲聊，晚上要吃晚餐，不能太晚吃。为什么啊？我上次看了一个健康节目，人家专家说晚上超过7点吃对身体不好啊，完蛋了！我每天都7点吃，哎，怎么办？现在不像在学校晚一点吃都习惯了，可是我有加班，也没办法准时吃饭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以后晚上在家吃饭就不等你了，我跟你爸先吃。我是你们亲生的吗？啊，你都知道了，什么意思？女儿，是时候告诉你一切了。别吓唬我妈妈，笨女儿被骗了吧？简单啊，哦，跟妈妈糊弄这种事情简单啦。哎呦，这是这样吧？抽开，先抽开，然后就会变成彩虹，就变成都是彩虹。啊，简简单单，一瞬间就已经来到了第十几关。哦哦，七孔，我、哦、这切起来很舒服哎。哎呦，哇，把口红全部切烂啊，爽。同学说叫同学上课，都几点了还不起床？哦，这也太大根了吧，再睡5分钟。今天有随堂考，要提前到，善意的谎言。什么？今天还有随堂考吗？对啊，谁叫你昨天翘课？哼，你不会再耍我吧？被你发现了。那再睡会。哭哦，哈，不能跟他讲被发现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看，还睡，上课要迟到了。现在几点？哦，课导主任已经来了。快，迟到了。哇，教导主任好像有点凶哦，大家很怕教导主任。来，下一关，第17关，这个一定是在一起的嘛，这已经是在一起的嘛。哦，哦，这样，简简单单哎，成功回山，师傅我要回山。你这孽徒，为师叫你下山，你怎么3天就要回来？徒儿放心不下你啊。我有你什么放心不下的？还是放不心不下师父您老人家吗？这么大男人了，撒什么娇不许回来？哭啊！难道选妹妹吗？啊！徒儿放不心不下小师妹，
你小师妹有这么多兄弟照顾着，你怕什么？我就是这么多兄弟照顾我才怕。这师傅就不懂了，这么多师傅你到底怕什么？我怕移情别恋啊！你可拉倒，你小师妹喜欢你大师兄，我们早就私定终身了。师傅，师妹对大师兄的是兄妹情，我们才是真心的。尴尬了。这个吧，臭小子，那还不赶快娶回家？哪有这么爽的啊？师傅，哪有这么爽的啊？下一个，给手机充电，哎，差点被骗了。简单啦，点三下，点两下，要到钱，给我十万块急用。这要钱的这个口气不是很好。十万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线人同意合作。但是他要十万，我受了重伤。你在哪里？我在黑诊所。还可以继续任务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要先治疗。这里十万不够用，不够还要跟我要，哇！所以他到底是要诈骗吗？还是干嘛？这个阿舍也太好骗了吧！来下一位，啾，哎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滴滴，好，来，又是这个手机薄膜里面的东西，把它弄干净。啊，滴滴，阿宙，晚上八点，阿祖，哦，我叫阿祖啦，差点看成阿宙了哎。阿祖，晚上八点公司这个聚餐，彭月楼，委婉拒绝饭局。我看，我要陪女朋友。好吧，正好可以把她带上，太多陌生人她会害羞。难道你怕女朋友吗？怕得要死，他会让我跪在炫吗？这个好像似曾相识啊！每次我骂完毛毛之后，我背后就有一个拿着算盘叫我去跪啊！天哪、啊，怎么太相似了吧？哦，擦掉化妆品，我擦，哦呦，Oh my god， 好恐怖哦！八，九，九，不行哎，这计算机也太简单了吧！哎呦，部门经理啊，今天下班不要离开，留下来加班，保住工作，拒绝加班。想加班你自己加，干我屁事啊！不行啊，长官说我今天有事。哦，不行啊，长官，我今天有事，有什么急事自己想办法。现在很急，要弄完这件，我晚上要相亲。那有什么好相亲的啦？努力工作就能得到更好的。已经约好，不去不好吧？是老板的外甥女，不去不好吧？这个应该就可以骗到他。是老板的外甥女，不去不行吧？赶快去，别让他等太久。那只狗狗脸好可爱哦。哎呦，不知不觉我们就玩到21关哦。那各位，大家觉得这款游戏如何？如果想要看小光继续玩下去的话，小光这个聊天技术可是非常的了得啊。想看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在下方点赞，突破1000个赞，我们再拍下一集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